说到什么东西最贵，很多人都会说古董、房子、金银珠宝。那如果是身边随处可见就毫不起眼的东西，那么肯定就猜不到它其实就是一个小小的石头，那也是身价上亿的石头，它一克就值两个亿。这种石头名字叫做钗，是目前地球上现存最贵的石头，因为人家是贵族石头，所以非常难找到，比钻石还要稀有。当然也可以说它是石头的远房亲戚。1975年它第一次在地球上被发现，当时定的价格就已经高达10亿美元，之后就有几颗陆续被人们发现，但现存数量依然极其稀少，这也是它天价的原因之一。最重要的还是它自身的特殊属性，钗是一种放射性金属元素，可产生出大量的中子，并且不同温度下的钗释放出来的属性功能也不一样。钗对很多种恶性肿瘤能起到很好的治疗效果，它的反射效应可以轻松秒杀癌细胞，这让它在医学界占据了重要的位置。以前很多国家对于癌症治疗是非常无能为力的，自从用它研究的中子刀问世以后，很多医学界的癌症治疗难题都会迎刃而解。如果你捡到它的话，可别想着一夜暴富，应该是立刻上交国家，这个是福宝呀。看完之后大家怎么样呢？